如果你未来的岳父岳母要求你上演一场抢劫的戏码，你是要放弃自己的另一半，还是硬着头皮上阵，只为了赢得他们的欢心呢？嗨，我是嘉一，不只分享各类电影，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影感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《认贼做爸妈》，剧情讲述男主欧文是一名银行的经理，他与女友即将步入婚姻。在结婚前夕，他偶然得知岳父岳母竟是之前到他银行抢劫的歹徒，这件事让他陷入两难，究竟是要公开真相，还是要成为帮凶隐瞒事实下去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好好笑一回了？恰巧 Netflix 首页推荐嘉一的一部电影《认贼做爸妈》，看着熟悉的搞笑明星，再搭上硬汉的老爸与老妈，真的是让人无法抵抗。于是就来跟大家分享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了。首先来聊剧情吧。男主欧文跟女友交往多年，准备步入婚姻，他们都希望父母能够出席婚礼，但他们父母都有一个共通点，就是怪怪的。即便内心觉得不妥，他们还是礼貌性的邀请了。不过意想不到的是，欧文竟然见到了女友口中的岳父岳母，比他预想的还要怪，甚至到了无法接受的地步。但为了女友，他还是得忍着。直到某天银行遇到抢劫，欧文看着眼前这两名抢匪，有种说不上来的熟悉。他的困惑在他收到新车的时候完全解惑，因为在后车厢里出现了抢匪的衣服。他了解到这台新车根本就是拿银行的赃款来感谢他的礼物。在一连串的意外中，他终于意识到岳父岳母之所以要抢劫，是因为前东家找上门，如果不好好解决，他们未来将会不得安宁。为了扭转局势，欧文等人一起携手合作，不止成功处理掉坏人，还顺利结了婚，迎向美好结局。作为 Netflix 少数喜剧片，嘉一其实抱着极高的期待，毕竟男主是亚当·迪凡，出演过多部喜剧电影，照理来说以他的演出经验一定能够完美展现喜剧的风格。确实本片也极为浮夸的呈现方式想逗乐观众，但我们在观影的过程里面脑中浮现的是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可能近期看了太多电影，在愉快的观影过程中还能够得到不少收获，在这样的状况下，认贼做爸妈就显得无趣许多。由于剧情简单且直线的推进，少了许多惊喜点，即便本片演员努力的演出，也无法掩盖无趣这件事。尤其是亚当·迪凡的夸张演出，搞得观众不知道电影到底是喜剧还是讽刺性的电影。笑话的定义在于能够引人发笑的言语，或是内容好笑的事物。可是《认贼做爸妈》完全烧不到痒处，反倒严重影响到观影的感受，成为四不像的喜剧电影。在欠缺好剧本的状况下，还以为用过去那一套方法就能够使观众们买单。现阶段的喜剧电影可能需要经过一段阵痛期，找出更好的方式，才能够让观众愿意买单支持各种类型的电影。总结，《认贼做爸妈》是部普通的电影，在选择有这么多的串流平台，你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可以好好欣赏，时间要花费在值得的事物上，对吧？我是嘉一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